主料：芥蓝300克，肉末100克，辅料：姜10克，豆酱5毫升，肉末加入少许豆酱汁腌制。姜切片，芥蓝去根不洗净，把菜叶切好，芥蓝菜干切片。锅内下油，姜和肉末煸炒，再加入菜干炒，加入菜叶翻炒，5分钟后下盐关火，装盘开吃。烹饪技巧，青菜不用炒太久，稍微变色了就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